你知道心跟心最近的距离是什么吗？心跟心不知道。哇塞，可以这样哦、喔、你怎么有点招架不住？吓到吓厌世照，李文亮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厌世医生的啦，这个红唇明厌世照，明天都厌世，嘴唇都圆圆啊，到底是几元？是一元还是两元啊？一七啊，一七四十七公，哎呦，高哦！来欢迎李圆圆，哎呀，哎，李圆圆，哎呀，哎哇，哎呦，这个照片。发生的是时候是你发开车的，开车自拍吧，就坐计程车，坐计程车啊，对，是车子很臭还是？司机很臭，司机我很臭，没有啦，就是司机没有啦，没有臭啊。来，你上面有臭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是在直播的时候？不是不是，那这在干嘛？在家里自拍。你是在做 model 吗？对，我在做模特。模特是不是流行？不能笑，要酷、啊。也要看工作，可是大部分都是希望公司都是希望你甜美。嗯，那你好，你现在转身转一个甜美的表情给我看。哎呦，预备，甜美。哎，其实 OK 啦，比这个上相的，对，比这个，那他露牙齿，你等下会不会捶我？他已经小心了，路路很多人都捶我了，酸痛。开水哦，好可怕、哦！你在三重天台跟人家起过冲突，是因为对齐哦。那天在三重找路，就是工作，因为我对三重不熟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就是找路，然后脸就很臭，然后这样看看看，然后就这样看到一个女生，这样女流氓，然后我没有在催她，流氓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她是你才是流氓这样子。怎么看她是你，看起来很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有一些东西这样，然后就。不小心看到他一眼，然后我就这样没有表情，我就看到别的地方。然后那个女生就突然冲过来，就这样撞我。然后我就说，撞我干嘛这样？然后我想说，她可能不小心的。遇到同好啊。然后我觉得她不小心的，当然就觉得很紧张，然后就走掉。然后后来就追上来，就说什么你看到什么这样。我以前年轻时候走天台那边啊，去搭公车，你知道我怎么走？对啊。妈，不是我，妈了，买了，买了，买了，妈，妈，妈，这一定是做太多呀。没有，没有，天台广播，通气犯是吓坏了。对，然后，然后，没有，就后来就是太紧张，因为他就一直追着我这样，然后就太无聊了吧？真的啦，真的，他不是凶，他是神经病吧？对呀。对，然后他就是很像，就是想要跟我吵架。你都没有跟他有互动。我没有，因为我太紧张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就输掉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怕被他。最后结果就是两个护士来，哎，加油啊，你几天出来撞啊？真的哦。对啊，然后后来就是到那个，我就看到刚好附近有警察局，然后我就到警察局。对，然后他就后来就没有跟上来。哇塞！像你这样走到路上，一般男生就是那种撩妹的，应该对你不太敢。就我是有碰过那种酒店经纪，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酒店经纪，然后他们就可能搭讪，说哇有人搭讪我这样，然后想说要客气一点，对，然后他就这样就说什么，哎，请问你有在缺工作吗？他说我这里有一个什么薪水很高的工作，这样。这样好了，我们来演，本来你更很开心的。这种都你们这种做主持人哦，当人家讲这个要主动配合，不能两个在旁边看戏，是这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，因为我演酒店经纪人比较像。哎，小姐。哎呦，真漂亮啊！这个有事吗？包夜多少钱？喂，你是酒店经纪，不是安利客。哎呀，马上变脸，包夜啊！对啊，这种讲到包夜啦，不开心，不开心。对啊，是。对，然后反正就是他们，就是后来我就知道这些人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只要我一出，就长这样，就长这样，长这样很像吗？觉得？就穿黑西装的话，应该会更像。对啊，就是他们都很高大，然后穿黑西装在捷运站那边。像我这种身材的，对了，晚上有夜生活久了就会变这样，是哦，对，然后反正就后来看到他们就会就是会故意闪脸一点，对，会脸很臭，然后捶他们一眼，然后就走掉。比赛开始，两个人讲笑话，看谁能把他逗笑。哎呦，三个人你也要争取，这样过来排队聊他就好了。我先好了。Good， 直接一点的，我先来一个普通级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，但是你的小名应该叫做叫叫，不是？是你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睡觉觉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门槛很高。零分，那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所以你的小名不是叫叫叫吗？不是，那应该叫鹏鹏吧？不是，
你是，为因为我喜欢洗碗工。啊，对不起。不，你这个跳出来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只想到一个别字。对对对，我只想一个。就觉得我要砍钱，不要给个机会。你这根本就是应付嘛。对啊。我没有诚意。要直接一点，来，直接我跟你讲，像这种厌世美女，你知道吸引她的注意，哎，就是要直接大胆的跟她讲，哎，厌世小姐，我们两个今天浪漫点，你觉得好吗？怎么浪漫？就是你浪点，我慢点。哎呦，叹气，叹气，太吸引她的注意了。没有啊，他接下来会关关的。放弃了，我们要放弃了吗？詹子瑜，詹子瑜补一个，补一个，真的要退钱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还有，可以，你们还有。预备起。哎，所以你现在是做 model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你不做 model 的话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嗯，还没想到。你可以做女朋友啊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退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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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有。还可以，哎，可以，谢谢你，谢。那后面没有了，没有就好了。那你可以回座，可以可以，不用退钱，不用退钱。他喜欢这样子的，过了过了，拿了一些回来了，恭喜恭喜，喜欢这样，喜欢这种的，那有没有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有，我们展现点文采的啦，文采文采，好不好？文采，我们毕竟这个人生在世，好，我们俗话说得好，苦海无涯，你知道回头是什么？是岸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样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再丢人现眼。现在反而他来撩你们两位。哎呦，哦，预备，请开始。怎么可能？你要先撩谁？好，先立冬。有把握。你知道心跟心最近的距离是什么吗？心跟心，不知道。哇塞！可以这样哦。有点招架不住，吓到，吓到，吓到！为什么要捶我胸部？吓到！来个这个，现在是拥抱。如果你不想撩，没关系。重重重重重，这个要撩吗？对，我试试看。勉强一下。试试看啊！如果你是太阳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美女。不是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冰淇淋，因为你融化了我。哎呦！哇塞！把衣服脱下给他穿的，你以后就在那边了。真的吗？其实他试一下还蛮活泼的嘛，蛮活泼的啊。对啊，你早点这样不就好了？浪费了八个笑话。第二个来宾，你这样子大方哎。那你男朋友也是跟你一样是酷酷的吗？对他也是长得酷酷的，可他幽默感也是蛮好的。哦，那他跟你讲过什么笑话？我们听听看。没有，他是。做的懂做事情很幽默，做事情很幽默，不是讲笑话，是做事情很幽默，就是可能但听起来不是夸奖，做事情幽默，生活琐事，你煮菜好好笑，对啊，我搬货的时候可以搬那个假摔跌倒，好笑，有人洗衣服有爆点，做事很幽默，我也讲话没有，就像我喜欢那种就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好笑事情啊，不是我讲一个笑话，你叫我讲一下，我觉得我没有很少人讲笑话我会笑，好，谢谢，来请坐。